我怎么觉得我十代二就要被快封了？讲的好像我不会出马一样。不是，就是我如果像刚刚一样直接跳帝王的话，上 TC 跳帝王的话，会死得很难看。刚刚没有注意到爆射开。你那边路让我杀哦。好。变成多人图的时候好大啊，这张图。找到一下，八十页，他在干嘛？
在干嘛？他盖了一个房舍，不知道是什么用意。不是很懂。他想用房舍去占领那个圣地吗？是这样子玩的吗？很幸运的想法。这个游戏是这样子玩的吗？开玩笑，这是一款真正的啊，《世纪帝国三》是一款真正的模拟城市。他可能认为国际法适用在这里吧，就是无主地先占先得之类的。极大。我是不是可以松懈一点？如果他是这样打的话。哦，我还在想为什么我这么慢，原来我只有一寸在盖。现在补也来不及，算了，没关系，我毫不在意。粗暴的言论大可，不知道为什么毫不在意，后面就想接这一句，为什么？粗暴的流程大可。这流程是不是改成四重盖会比较好？我现在经济好到还是有点怀疑。我记得之前是两重盖，那我觉得四重盖都没问题。完了，我按错键了。我要买石头，按成卖石头。阿里嘎多，你点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可以，螺丝好像可以直，就是假双 TC 增值，下实况涨，然后实际涨值升值。突然想到，英国有出小攻，收到，但快被我马砍爆了。用 QQ， 建议你等一下可以回去，真开心。我先下建厂，然后如果他们骚扰的压力不大的话，我就直升地了。好。嗯，他逃了。嗯。You what？ 嗯，结束。完全被 carry。我还在打吗？你就已经赢了，太开心了吧！你的资源总数好多，这怎么显示的？感觉怪怪的。看一下，资源总数，因为我双 TC。我双 TC， 然后又打算那个，就是再给我一分钟左右，我就可以上账。
我试试看那个好，我试试看螺丝单 TC 上市，好像有机会的，就是伐木然后卖木头。嗯。有观众跟你讲，我看你上一场对手守得很好，轻骑兵也有加成。哦，轻骑蛋哥。哦，那蛋哥哦，哦，这蛋哥，他很常出现哎。嗯，在各个地方。蛋哥是我的忠实观众，开心。远程加成，你是说对蒙图？对啊，那个蒙图是怕近战，所以你只要追得上的话，蒙图就会直接被切成 DNA。那除了骑射以外，什么都不行。很怪，感谢。哎，黑子，你的 Twitch 是有盈利的吗？没有用啊，根本赚不了多少钱。就是不是就是他那个不是有什么合作伙伴什么东西的那个好几个等级？对啊，对啊，有过啊，但是没有多少钱。哦，中国人的风情炮，那你们是不是问错问题了？中国人没有风情炮。哪里？我在巴哈上问的。回他，其实我觉得中国出双马就可以了。打完这场就先休息了。对。对。轻骑对蒙图是有额外伤害的，就是我觉得骑射本来就会，骑射就是很吃你那个叫什么微操。现在是二打一吗？应该他之后会慢慢排进去。来，哇，日本人！你玩什么？螺丝？我玩那个。螺丝。我试试看那个单 TC 跳丝，还是我也要出骑兵去骚扰？我比较喜欢在家里面跪着，然后上丝给人家。我觉得可以出先马先打骚扰。可以。螺丝马弓是拿来那个吧？拿来混在里面，混在部队。还是我下建厂，然后我出弓。防家里会好一点吧，就是如果他出戳兵多到，不过好像也不会有这种状况，算了。他出戳兵也不会跑出来，对不对？问了错问题。欸，黑子，你要用那个吗？我用的程式用免费素材捏一个形象之类的。
应该不用吧，目前没有想要捏皮。好哦，我觉得皮是，我觉得皮是我开台的动力，不然我都自己打就好了。可是捏出一个皮以后，就觉得皮好香哦，即使它其实就是免费素材拼出来的。罗斯马工便宜一点，对啊，我觉得罗斯马工就是把它混在队伍里面，混在队伍里面做坏事的。不是，不是大哥，大哥。打起来，打起来！真的疏远了，还是我们的心里真的有道歉？我们的心有道歉，其实只是想唱歌而已。我们中间隔一个河，哦，就是刚刚那张图啊，只是我们是下家，了解。下家好像比较有问题。干娘，真的点不到哎！烂啊！羊都吃完了吗？羊都去砍一下你的羊，你看起来是没有了。
那声音完全抓不到俄文，笑死！那只是只有 A E I O U， 俄文系统的完全抓不到，嘴唇都没在动。啊，不对，我要打那个主角。我们是不是扫对面？哦，没有，我们好像扫对面一团肉，还是在黑色那一边？我还没看到那一为什么我可以抢得到这么多机啊？这真的很不科学。我还没杀的羊就有四只了。好像不常看到罗斯用那个高等贸易锁，都是圣山一休的，因为圣山一休会实在太方便了嘛。欸，我们真的少一团肉，欸，笑死！对面是三团鹿，我们只有两团鹿而已。
Equite, nove equites. Equites sunt para tos. Ok.感觉直升式没有比双 DC 升式还要有用，还不如双 DC 升式。旋转。早那不可思议的梦，我还不习惯。早上的太阳。你被推到脸上了。还是只是他只是骚扰而已。OK。快能出关了。只要罗斯发动进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现在才发现你离他们很近。Exploitière. Dites-moi si besoin. Si besoin.
我的心是比你大，你的心是比大。我哭了，我的心是比你大。为什么我找不到我的情况？找不到我第二个情况啊？他拉墙了，卡哇伊，哦，卡哇伊可多。法国的骑士要没了，没了。我的食物怎么会这么多？
好两个，罗斯真的很强哎，他那个金鸡挡不住哎。为什么你的经济分数不是最高的？因为我单 TC 啊。哦，单 TC。对，我在尝试单 TC 速升四，但是其实也没有快到哪里去，还不如双 TC。